子是怎么念啊？库洛口，是库洛口吗？这妹子，总有一天把你卖掉，卖队友，把你卖掉，卖掉，卖掉。哇，这里是学校呢。黑子，学校。往车站的路上应该是没有学校的吧？是的吧？库洛，库洛是你。他自从爱丽丝出现开始就一直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问题吗？大有问题啊！快把那个女人卖掉！明明只是晚上的学校而已，却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你们两个不要说什么奇怪的事情哦。你才奇怪，你全家都奇怪，只有我们是最正常的好吗？这个假的交友的家伙。因为是沿着铁轨在前进的，应该是向着车站，没有走错方向才对啊。不论如何，小心点前进吧。我一个男人要照顾两个女人很累的。哇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刚刚那啥，跟吸血鬼里的爱丽丝完全不同。我还英子小姐呢，夏安安，差点错过。现在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发生大老婆跟小老婆的战争。你好，安安。妹子表示我才是正宫啊。夏安安有来玩吗？嗨，务实安安。现在正在上演大小老婆的战争。哈？什么？真屁孩王子哦，那是树别吃，真的啊！公共电话，公共电话怎么了吗？公共电话能存档啊，妹子，你这连常识都没有，这样我还敢进来冰之世界玩？你当你谁啊？我看到了啥？哈哈！啊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手机就没办法接通了。姑且是看到电话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打通，试试看吧。原来如此，本来是东武他打电话过来的，对吧？说不定会有能打通的电话呢。嗯，就是这样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哇，这电话好写实啊！我错过了什么？嗨，雅竹。手机的时间。发现我鼻涕快流下来了，手机的时间也停在零点，一直没有信号。没有人的城镇出现的画者注意到说手上握日本刀，帅！我也想要意识过来的时候手上握着日本刀，而且还在发着青色的火焰，可以让我 cos 一下青之驱魔师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妻子间的哇！什么？哦，你终于要被卖掉了吗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无后顾之忧了。拜拜，妹子。我快要一听到东武就起鸡皮疙瘩了，一进来就那么精彩，大小老婆战争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，爱丽丝呢？往那边。哎呦，妹子啊，你是尖叫跑进去是不是啊？那家伙为什么要往学校？不用理他了，我们走了啊。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不知道。哈？那孩子突然尖叫，然后忽然跑了起来，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不要问我啊，我也很惊讶。说，老婆，他怎么了？总而言之，追上那家伙吧。这种地方只有一个人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不用管他啦。哦呦，哦呦，不用管他啦。等一下，我没办法很好的说明，但是击穿爱丽丝。他好像不是人类的样子，那太好了，我们更该卖掉他，快卖掉他！什么？你是说爱丽丝她是画者吗？感觉这爱丽丝和东武就要对男主干嘛？总觉得亚瑞睡着的错觉吗？夏，你有多善砍人啊！一听到上午就想起妹子在便利商店说的话，真的。最初是，现在也是。
看起来像人类，但是是画者吗？还是幽灵呢？不太清楚。但是他有种这个世界的居民的感觉，至少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的意思吗？啊，那二神春武，希望你回想一下，他跟以往的他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跟以往的他不一样的地方什么的，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，不知道啊。雅瑞会看书，雅瑞是 K 书狂好吗？还有，不是画者，也不是人类，那你到底想说爱丽丝是什么东西啊？她就是个野花，只是个花。那个，就算是我也还不知道呢。如果急着去东武那边的话，别跟他扯上关系比较好。对呀，我们现在就该走了，管他的三七二十一、三八二十四、三五二，有种这样的感觉。遇到爱丽丝之后，她的样子一直都是有点怪怪的，对吗？这老婆哪会有哪一个老婆看到小妾进来会正常的、啊？原本我认为那是跟我以外的人相处时她原来的样子，但是说起来，虽然她知道我是谁，但是我却连她是谁、她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有啊，刚有讲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是跟尊讲的，他不是跟春武讲的，所以春武应该不知道。刚我来了，嗨，钟林，相信他的话真的好吗？当然是相信他，我老婆哎，开什么玩笑？这选项，对他从最一开始就是为了帮助我跟来的，而且他不是会说谎的女孩子，至少这一点我是知道的，我相信他。我知道了，我相信你的话。但是，就算那个爱丽丝不是人类，我也不能不去帮忙她。不要帮她啦！不要帮她啦！雪英，我当然会看书啊。下星期三放完假，我还要考妇产科。室友跟我完全相反，要恭迎男主，女主就开始播啦。上来打算开到几点？开到我累为止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我会跟着你的。但是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个野花？这次一定要帮上他的忙。就算刚遇到的爱丽丝并不是真正的爱丽丝，如果不去帮他的话，我的心里会过不去啊。哈，不行吗？随你开心吧，我只是想帮助你而已。义无反顾帮助我的老婆最迷人啦！谢谢你，老婆。妇产科，嗯，我念一的，超爽的扫墓架，辛苦了，真的。啊，我不想管他啦，哦哟，学校前道路，哦哟，我不想管他啦，不要理他啦。来，中午，嘿嘿呀呀呀呀，我快死啦！恰恰 Mikoto， 我现在应该要去喝个饮料，不然我就没血啦。这边可以直接过去吗？不去追爱丽丝不行，就不要追他吗？我要睡了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晚安。我想要回去喝饮料。哎呀，让我回去喝饮料啦！等下没血怎么办？市立伦敦中学，英国吗？ London， 这是怎样啊？怎么了？红色的字是 Mikoto 啦，Mikoto 声音。所谓的冰之世界啊，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世界吗？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的确是什么事都有。嘿，真是方便的世界、啊。是这样，是这样的声音吗？Mikoto的声音。哇哦。
就是野花跟正宫的对决，真的。夏雅什么时候跟老师结婚？我的老师，觉得那个女人好烦啊。夏雅，亲爱的蓉蓉，蓉蓉你来晚了，蓉蓉。夏雅给你蛮牛，咕噜咕噜。晚安，晚安。果然，怎么了？这里是我们以前上的中学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刚刚不就说你们上的中学？蓉蓉，本来应该在比我家还要更远的地方才对啊。真的，就像你说的，那个爱丽丝是这个世界的居民，也说不定。蓉蓉出现了，蓉蓉，是她呼唤我来的，也说不定。这里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建筑物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是敌方的城寨呢。或许我们的武器没办法伤害到敌人，也说不定。就算如此，也要去吗？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。就算那并不是真正的爱丽丝，将我召唤到这里，也就是说，肯定跟那件事有所关联。不去不行。伊克纳卡，先去洗澡，等等回来哟。好哦，好腹黑的女主角啊。还好啦，这个蓝圆这个黑色的妹子并不怎么腹黑，腹黑的是爱丽丝。爱丽丝刚刚实在是太黑了，哇，听起来像肚子饿的声音。还真是好暗啊。等一下，我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东西？哦，还好，我以为它要出现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总之是进来了。要把整个学校都寻找一遍的话，可是很累人的。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吧？如果叫他就会出来的话，从一开始他就不会躲起来了吧？也是呢。走吧。学校中所发生的战斗阶段是没有战斗逃跑的选项的，会强制性的进入逃亡模式。同时在逃亡结束为止有着限制时间，总而言之到处逃跑是不行的。哇哩嘞，推荐不断的进行存档。所以我现在开始可以存档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现在而且我还剩两滴血而已，这也太糟糕了吧。给我饮料喝。天哪，这是中二的游戏。雨婷，这名字是我大雨的，挂号才是我的名字。OK， 好。雨婷吗？好，我尽量记一下。恐怖游戏哦。不断的存档，我看一下去哪里存。啊，换鞋处有可以存到这里。天哪，我都不知道现在学校里面就有那个电话可以用，是不是？时钟刚好停在12点。一楼。通往中庭的玻璃门，那玻璃门另一边像被涂满一样极度黑暗，看来是没办法走到中庭。就业辅导室，这扇门一动也不动。料理实习室，保健室，哦，保健室哦。哎呦喂啊，这可以调查吗？我要开牢，我要把手遮到荧幕上。哎，不能调查，过来一点。从入口处看过来会是死角，要躲过画者应该是能派上用场的地方。哦，好耶。 OK， 感觉很中二，还是别叫主人，别叫我主人了，怪怪的。放生蓉蓉。天哪，我觉得好恐怖，这地方感觉待会就会跑起来。哇，这个人体模型，我要离远一点。现在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动起来一样，这一定会动起来，十之八九。天哪，哦，有床耶，确认一下。哦，这是尊的声音。哼，就算是这个世界，保健室里面还是有股药味啊。你看起来跟保健室挺有缘的吧？哼，并不是那样哦，我可从来没有打搅过这里。你没有呢？二神春武他却常常说到这里照顾吗？跟一般人一样吧，一年一次左右。哦，那样的话，为什么现在这里要重现这个房间呢？大概是跟那个女人有关系吧。姬川爱丽丝吗？我对那里人的事情是不太清楚啦，不过
感觉是个很麻烦的女人呢。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对嘛，你看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不该去救她。哇！哇哦，所以，要切换人格就是要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要春武来碰才会切才会触发剧情。OK， 好，我要放欢乐的 BGM， 谁都不能阻止我。我发现我鼻涕正在流下来了，我去擦个卫生纸，请稍等。哎呦！大姨妈，我不想要跟上雅大大抢老师，所以我要哭落落。行，都行。是啊，你要选哪个男人？你要选第一个老公还是第二个呢？你要选哪一个呢？你在说那个吗？你在说 BD 还是说这个？婚礼我也要去。突然就联络不上你了，我很担心你了，爱丽丝。而且他们穿的是中学制服，欸，黑色那种。那怎么了？很不像你呢。春雾，我要搬家了。欸？原本是想什么也不说就消失的，果然还是觉得不跟春雾说不行呢。什么？那样？抱歉呢，其实就算只是像这样说话，我也很难受啊。我要备胎，奎因，人体模型壁咚的概念呀，打错了，壁咚的概念。我觉得你一定是故意错的，好吗？我只要二次元，我要参加，先给礼金。拜拜，春武。哇，字体消失耶！我跟爱丽丝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是同班同学，她转学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。跟那家伙最后说话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哎呀，在调时间呢，一次不小心取太多也是种麻烦。中间离开了一下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刚刚有那个回忆杀，我们有看到中学时代的，其实那个时候的爱丽丝准备搬家，所以要离开学校了。她现在在哪里做什么？完全都不知道吗？啊！该说是联络不上吗？更像是下落不明的感觉啊。就是开后宫，是不是还活着什么的耶？我没有听过他死了的消息呢。走吧，不找他不行。哇哩嘞。我觉得我要随时存档，然后我觉得混成尊会让我比较安心，感觉混成尊战斗力比较强，有没有？哦，男生厕所。哦，我要看镜子了，一二三，没有事，切，一二三，扫去柜里没有人的气息，哇哇哇。哦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把门锁锁上了。噔，错是我的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谢你喵的，我不是躲起来了吗？要看提示吗？来，告诉我，我怎么死的？能够躲藏的地方是固定的，请好好的笑声来寻找它。我躲起来了，呵呵。躲起来之后会成功或失败的地方是有着某种规则的。按 S 键可以打开地图，好好的确认现在所在地与可躲藏的地方吧。
你在说什么？我多钱了？一个用脸蹭你的概念，真的。哎呀，老师你的眼神看得我有点良心隐隐抽痛。终于不躲我了。我，老师你干嘛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快跟我告白吧。抱歉，莉亚，为我那天的言语。